Hello， 我是大叔，今天一样就是为从英雄联盟 S7 铜牌到现在 S4 大师的台服玩家。去年有介绍过他，这次 S4 单双第一季赛使用阿卡丽54场 68.5% 胜率，开季不到一个月就爬回大师，且是 League of Grace 台服阿卡丽排行榜的第一名。最強の阿卡丽使用的符文皮薄多带死亡电线即刻冲击眼球收集器，中野猎人回春坚毅打稳带瞬击步伐，新神仙传奇韧性背水一战回春坚毅打坦克改关键符文征服者，小符文双射性血量，抓住技能闪现传送或点燃剑点法前三级 QW1 之后主 Q 负一，双瞬续期有装作乱剑加凉水，打炮口角带多乱盾，接着雷霆风暴法师之靴巫妖之祸，想不到出什么出暗影之炎，坦克多出虚空之杖，控制多出重要塔楼或女妖面纱，关键小西门本的中路线很长，所以对方在塔前就能找机会单杀。被雷神的接技 WER3QAQRE。团队是团战可以先开扫眼找老北位置，第一个进场会被击获，所以等打起来再进场会比较好。最后猜想说，我只有阿卡丽能看，所以看到我玩其他角色玩得很烂的话，请别拉我 DC。接下来我马上换上台服大师第一阿卡丽 Psychono 阿卡丽的精彩操作。Posting pictures on the gram so other people know that we're more than friends. Ever since you came around, I've never been sober. Always in my head. Met you at a time when I was sober. Went from just talking to taking you home. I don't wanna go back to who I used to be. So if you ever来，没点了，没点了，没点。上路怎么啦？被被被上了，打弹性了，被虐线，被会满头大汗。
Just like all those controls, I'm somewhere in the world.